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又到了植物大战僵尸听众玩具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火锅辣椒。哇哦，火锅辣椒的零件好少，就它的。变成是他的辣的，会辣死僵尸。劈个半，再劈一个。然后再拼他的肚，他的牙，牙中的。这是他的这个呀，这边的呀，这。这就是火锅辣椒，这火锅辣椒的眼睛，被眼睛辣的样子。这边，哎，这边眼睛大，这边眼睛小。眼皮，这就是眼睛。这个火锅辣椒也不怎么像，不怎么像，但是他的眼睛多么少，太挤了吧，也不结实，但是就这样，
你的蹄子呢？还有牙牙哦，哎。安装。这安装什么的呀？另外一个眼睛。眼睛，对。零件又不够了，又着又着，每次零件都不够，还说准备好了，哎，又摇，起子呢？把这些。哎，又上那找去。最后小部分全都拼成叶子。先保住了就好，那这样吧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植物大战僵尸乐高积木活泼辣椒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话，就点击右上角页面，一起给我免费体验哦，因为我就每天更新。拜拜。我不信，我下次拼信。